扫码不那是？现在这边怎么都扫码了，没有陷阱了？对呀、啊，高级了。我记得我上回回来还有陷阱呢，还挺多人还用。现在现金没人要了，对吧？嗯。有些东西没现金还买不了呢。你看那个，我过两天，我过几天也有吧，因为我那个身份证还没下来。你看路上那个共享单车，你就骑不了，是吧？这地方是谁？你敢骑吗？在马路上？我废话，你看你这都不敢，那都不敢，你怎么找女朋友啊？这边你马路上骑着骑着给你撞飞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个无能的哎，闭目，看看，全都是这种的。看到顺丰，这跟美国比怎么样？你那边不是，你那边一出门没有这些商店呐、饭店了，干嘛？你那边落后吧？当然落后啊！一出门吧，就是啥都有吧，啊，啥都都有，不用走远啊。比你美国好多了吧？美国可没有这个，我要去要买这些得走老远了，那得开啊，车去。哎，你出去你想吃啥有啥，想要那个什么鸡啊，鸡排，你看，想吃啥有啥。想真鲜鸡排就真鲜鸡排，想。就是埋着点，你闭着眼睛吃呗 还有一个这叫什么鸡排的那个，我想一下，怎么还有叫什么鸡排？那个什么，大点。啊，大连，还有大连鸡排。咱这边古元那边没有大的，你网络上搜一下就有。看你那边旧金山没有这种摊位吧？没有，这可能。你说生活在老家那边怎么样？比你那边好吧？我也没看到一杯好。你赚了钱就应该在这边花，不然多亏呀。你是损失掉你自己那些单身生活的乐趣，才换来这边的那个消费的。酣畅淋漓，是吧？看这有多埋的，肉夹馍，你吃的那个煎饼了吗？那个杂粮煎，山东杂粮煎，没有卖。找一下找一下，你可能起来晚了。我出来都9点多，我不那么早，我不起，那得7、8点吧，6、7点出来。对，早上7点之前能买到，那属于早点，上班人吃的。你看这边豪车多不多啊？停在马路边没人砸吧？这边像这种车，你要这么停，那就完了。还是国内安全啊？说咱那边是
车没有停在这个人行道的，而且这个车子里面放的东西都是贵重的。除非什么车呢？假设就是车，游泳车，反正还有，就是那些政府的车，可以停在这上面。你看车，这些，你看这些车停车收费嘛，是不是也要收费啊？你看这种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这么停的。你那边啊？啊，对。旧金山，除非自行车随便。电动车叫助动车，也叫非机动车。你那边要是骑那个电动车，警察要不允许停在那边了。我跟你讲，在这边生活两三个月、半年，你再回去你就不习惯了。那怎么的？这边你看多自由啊！他那什么车？美团外卖。我现在这都走的流量。你有钱，老板。我三十 G 流量。够用。现在这边这个断力这么发达，啥？这个星巴克，我就是每天早上都来的。星巴克。你天天喝一杯星巴克，不浪费钱吗你？那我忘了。我天哪！你还欠着你奶奶的钱呢，你可不能乱花钱呐。星巴克里一般有什么？就糕点。咖啡啊，汉堡有没有？汉堡没有，没汉堡吧？我要那个浓郁拿铁。不是你一个大杯，你跟他讲英文没有？你跟他讲英文啊？对。你讲英文看看能听懂吗？看看里面有点什么吃的。这不是汉堡吗？这不是汉堡吗？这不是汉堡吗？你看中间那个第二排，这不是汉堡吗？里面有奶酪、cheese， 两片面包夹的东西嘛。还说星巴克里面没，那边不是汉堡吗？不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，是里面有汉堡。没说错吧？是有。所以你孤陋寡闻还是我孤陋寡闻？